要回来。这是我的婆婆，是家里的权威，每个人都怕她。真的是想死你们了，快点进来。这是我的妈妈，除了婆婆，她就是最大的那个。我想开大，你就锁住她。OK。喂，上上上，开大开大。他们是我两个哥哥，还是老样子，一回到来除了打 game， 还是打 game， 又长打到晚。可惜吗？这是姐姐，是韩剧迷，整天看《金马萨拉嘿》，都不懂有什么好看。我每天几百万上下，我会这是我爸，跟你们 argue 每天在做几百万的生意，每一分钟都在讲电话。这就是我们家的新年，每个人都沉醉在自己的世界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你们两年都没有回来了，吃个饭还要催还要请的，你们就不能好好珍惜大家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光吗？啊，婆婆老了也不知道可以陪你们多少年，就当这是为了我一起去吃团圆饭好吗？走。